快完了，跑走了，好快。蜘蛛哦，刚蜘蛛跑超快的，有个恶心的，好恶心啊！哦，怎么呼木呼木努库努库阿噗哇哇？怎么感觉在叽哔叽哔加巴加巴？名字也太长了。啊哒哒，又是这只鱼。阿贝壳好了。ありがとう。啊，可不可以用那个？哎，不行，我们不能用那个虫网去拍居民。动物声音我会可以，这不行。这边来编辑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带那个，
見てみよう。开发的东西我们不能做吗？我们要怎么做？还是要用买的？那开发的东西我们不能做，对不对？喷水池也不能做，箱型车也不能做。哎呦，头箱nice 哦，压路机赞。你不是还在听教授上课吗？Nice， 中华餐厅。被轰炸完了是不是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等于存钱。你算姿势很充足。但是听他讲那个立法院的东西很靠北，对不对？哎，没办法，他们就喜欢讲这种他们自己想讲的东西。啊，每个人都尴尬一点，看到他们也不理解，就是该停了，他们就会继续讲。这时候只能好赞好赞赞这样。那感觉可以把这个用掉，因为他们不会用，对不对？这样游客可使用，这样距离是不对，这距离对。Nice。吓死！那你知道你们教授的政治立场蛮明确的，我以为你们教授是什么都喷，就没有。三 B 安安，今日はどうしますか？哦，是都喷是不是？我觉得都喷，我就觉得可以的。これはどうですか？没错。入荷したてほやほやですよ。老旧服饰。你错过啥了？目前没有错过任何东西。哦，你标准比较高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就是对我而言，就是只要不要太怎么讲，太极端，我觉得我都能接受。
墓へ行こうかね。我觉得讲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一极端起来，这就是我能跟你说什么呢？就稍微抱怨一下，我觉得可以。但就是讲到就是说，哦，他们是怎样怎样，我就要干嘛干嘛的那种，就哦，好，对的，狂热，狂热啦，对对对，狂热，我很害怕狂热分子。而且对政治狂热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讲，也不是说不好，我们是民主国家，狂热是可以，但是就是目前现阶段就是狂热，除非你去想办法去参政，不然也没什么用啊，就是在抱怨而已。所以你是想说服我吗？还是这样？对聊天来说，狂热是一件麻烦事。是了，是了，是了。欸，但我蛮喜欢听，怎么讲？政治狂热就还好，可能我不感兴趣。可是假如说你对游戏很狂热，那你跟我讲就是有一个你很喜欢那个游戏的东西，那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。毕竟我有玩游戏的啊，我政治就是我比较不在乎。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我就算在乎了，也只是徒增我的烦恼而已。那种东西我就觉得无所谓，不是无所谓，就是觉得很听得很烦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聊。可是我喜欢听，假如说就真的就是有共通的话题，假如说是游戏，什么僵尸电影啊什么的。哎，狂热我就 OK， 他分享他的观点我就听这样 OK。不然就是怎么讲？假如说我讲，我觉得我讲人龙跟讲就是很多东西应该也很狂热。我说如果我真的对任何事情都不狂热，我讲就没有那么有感情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跟僵尸一样？搞不好我就说这个很好玩，这个超好玩的，然后我不狂热一点跟你们宣传，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。还是不一定要狂热，就是很有热情的讲就好了。哦，才一捧一，我觉得除非万不得已，就是没有什么个比较的东西，跟就是我讲的东西你们体会不到的话，可能才会拿另外一个作品来比。才一捧一不好了、啊。哎，可是同一间公司的游戏就可以才一捧一了吧？哎，比如说我们什么原叉，哎，然后跟什么铁叉，哎，这就可以踩一捧一吧？这不踩我内心真的不快、欸。妈的，乐色，笑死！还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能用。红色时尚，啊，户外家具，老旧服饰店，跟这个都拿一下。Hello。封铁万叶，笑死！封铁万叶，
哦，赞。不是，我觉得要摆在上面，摊贩可能要多一点。OK， 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二星嘞，赞啊！这样有点窄，夜晚施工豪车，没错。我要利用时间啊，我只在利用时间呢。啊，可恶，要回去了，强制把我抓回去，我没办法。今日もよろしくね。今日も頑張ろうね。今日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灯塔居然还没整地，所以我必须等这一梯人在第三天回去，我才能那个，我才能施工。我要在这一天凑到31万。现在几颗星了？一星。我差灯塔区，就灯塔区这个上去这边这一区用完，我就可以二星了。好充实哦，这游戏。对，我要先清掉那些垃圾。我现在完全不管啊，有没有受伤都无所谓，我只想快点把他们清掉了。我要二星那个什么，那个环保的那个，欸、不是他们叫环保吗？还是回收？他们叫环保还是回收？那些二档，不知道会不会再来找我？肯定会的吧？应该一颗星都会一个相对应的剧情。他不是说还有什么组长、课长跟部长？对，环保海盗，对。看哪里环保？我们乱丢垃圾，哪里环保？其实我不该升我的工具的。哦，重点是后面两个字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天使，然后后面接杀手，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杀手。那前面你刚刚用的天使啊，哦，因为他专杀天使哦。哎、欸、哦，有啦，有马铃薯。我想说奇怪，这座岛没有马铃薯，我从没看过马铃薯。我们要怎么开发洋芋片？笑死！那这个厕所其实如果要让他们用的话，也要摆在那个。要摆在就是客人能用的地方，例如这边，离帐篷好近。哎、欸，交战中靠边。好了啦，我去啦。扑杀天使，欸、我已经忘记那部在演什么。扑杀天使跟那个砸扁你那部有是一样的吗？还是不一样的？睡觉的时候臭臭的，没关系。我们邀请的那个这次的旅游客人里面有一个街友，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睡都很臭。哪一部我不知道，我之前看有听过别人说有一部就叫砸扁你，反正很血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ハロー。おう。ふっ。おら。さてと。よっと。え。よいしょっと。对，你不是在玩极恶吗？你这样子一直在看我那边东东岛，你不会觉得干我被剧透了吗？还是你觉得无所谓，人龙就还好呢？还送你一个蝎子。ありがとうね。哼，当たった。哦，你只有东东岛才进来是不是？哦。你就先提前知道东东岛在玩什么，没错，就是劣化版的动物森友会。好喂，欸，你们知道我今天就是下午的时候，就是我关台之后，你知道我在逛什么吗？我在逛就是绘图委托网。我在想。要不要真的就是委托别人画个图，就画个什么横幅啊、大头贴之类的，就不要我自己画这样，我自己画这么丑这样。啊、关东煮展示架这个好哎，啊，要十根白萝卜。对、啊，我在想要不要就是真的就是去委托了。电话亭哎。哦，你说我的个人风格蛮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我自己再继续自己画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画的没有很好，哎，我就画的跟大便一样。烤肉店呢？好哎，墨西哥饼假面，中华餐厅天祥，小货车咖喱店。哇、哦，真假的？你觉得我画的不错？完了！那我一直觉得，就是我画那么烂，我还敢画这样，然后跟别人说：“哎、欸，这是我自己画的，很丢脸。好啦，卡拉 OK， 又有中华料理店，又有卡拉 OK， 啊，旁边还有摊贩在卖咖喱，不错吧？这就是我的美食街了。我旁边还有自动贩卖机，可以让你喝东西，赞。再放个烟灰缸，没有喝饮料边喝边吸烟，然后赞。啊、为什么不能停车？因为这边要让你打电话。哎、欸，电话亭放别的地方，放这边比较有 feel。赞赞、嗯，混沌，这些建筑可以互动吗？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这个道路吗？客人只会随着就是这个道路前进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在他们经过这个道路当中，就是给他们这些礼，哎、欸，让他们在这个路上，就是这个边边范围这个地方盖一些建筑物，然后让他们说哦，原来这边有这个东西哦，然后他就会付钱了。所以假如说你盖很多东西在这个里面。对你的建筑物来说，就纯粹提升满足度，然后对就是收钱啊，没什么帮助的。我会想盖在这边边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可以有钱拿，就这样而已。是蛮有压迫感的。这个摆到别间了、啊。对啊，这个摆到别间。这样好。
下雨记得把雨伞调贵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但你刚刚讲的那个 roller coaster tycoon 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这种手法，对不对？就是故意把就是可以消费的东西摆在很显眼的地方，那这是一个术语吗？还是纯粹就是我一个不知道单字而已？哦，游戏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我没听过哎。老人游戏，你猜一下中文 ，OK？ 溜滑梯耶，哦，模拟乐园是不是？哦，你说有点像以前那个台湾自己做那个便利商店那种游戏，就是让你经营一个游乐园那样。哦，好赞哦！啊、这只敲行虫，每次都差点忘记。那个，之前玩那个麻将游戏，我正宗台湾十六张麻将，但我应该再练一下。那我今年除夕夜，我除夕夜还是会回去吃饭，感觉凑不到咖、欸，感觉我现在这么烂，感觉只是被他们一直赢钱而已。前期赚钱嘛，就是下雨的时候把资讯站雨伞调到超贵，干好贱，那好聪明啊！这就是商人，各位。我想我之前开发的东西我要怎么做？我开发完东西它不能做啊。乌贼。よし。当たった。よし。当たった。よし。Nice。那我应该全部都送了吧？还是我有一些没送？啊，这个还没送，赠送一下礼物啊！送你一个珊瑚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大贤过年会开吗？嗯，大概率不会，因为我都在工作，在加班。而且我家很吵哎、欸。我明天在上班，然后就我家的人都回到我家这边。我应该也不能开，因为很吵。哦，就算下班了，这边还是会很吵，我应该不会开。你们过年不是都会回家吗？应该没什么时间看台吧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过年不会开，不是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过年不会开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趁现在不让自己放年假，早晚都开好，看能不能把人龙玩完，没玩完也算了，就过年回来再继续玩呢。就让过年那期间都很阿杂，就是啊，没玩完人龙，可恶这样。
よいしょっと。哎、欸，三 B， 你还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吗？以前那个台湾有自己做一个叫大便，不是大便，便利商店的游戏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哪一间公司做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就是台湾以前有做过一款，就是这种经营模拟类的那个游戏，叫便利商店。你还记得那是哪一间公司做的吗？是跟那个做那个大富翁室那家大富翁的那家公司一样吗？可是我忘记那间公司叫什么。大宇，嗯，是大宇吗？那没有要做的事情吗？今日はどうしますか？哎、欸，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个了吗 ？Bury the light deep within. I need more power. Scum and foolishness, Dante. 这个。啊、这个塑胶椅子我要做多一点。没错 ，I am the storm that is approaching. Revolving dark clouds in isolation. 入荷したてほやほやですよ。我可以升级这么多次哦。好诶，那我要买这个。またお役に立ちたいです。你查到的是黑橘，真假？是游戏橘子便利商店吗？有垃圾还要买的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，假如说你有没有看到紫色区是我现在还没有去，就是把它开发的区域。可是我开发之后，不是那些东西都没了吗？啊，假如说我要让它的那个量再加倍，我可以做更多东西，我就必须再多买一些回收厂的那个空间，然后再让就是那个回收的资源再变多。便利商店好像是黑橘，真假？哎、欸，我以前很喜欢便利商店那款游戏，哎，好好玩啊！竟然是黑橘，以前叫富丰群资讯，那什么时候改成游戏橘子啊？终于顺利迎来退房的日子了。能够接待住宿客后，感觉东东岛终于开始重新经营了。这全都多亏春日先生帮忙哎、欸，没有啦，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。以后每当住宿客退房，我都会将部分的业绩转换成美元，并交给春日先生哦。只要今后东东岛变得更加富有，能交给春日先生的谢也会增加。大家继续努力下去吧。我要继续努力吧。你们在干嘛？那么终于要替住宿客进行退房了。一日頑張ろうぜ。哦哦哦哦哦！熟客等级提升哦，他们很满意耶，36000。啊，哎、欸、哎，36000美金，然后兑换是326块美金，这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应该是1:1吧 ？Zenny 跟这个钱是要是1:1兑换的吧？啊？怎么给我326？这有搞错？提升岛的人气阶级，新来的游客就会成为下次旅游的希望入住者。啊哈，另外也能透过在夏威夷街上攀谈，招待客人到岛上玩哦。曾经造访东东岛的客人会登录至顾客列表，之后可能会来入住。岛上人气阶级保持越高，聚众于吸引高阶的。啊，ちょっと遊びに来ました。ちょっと遊びに来ました。遊びに来ました。他从小就梦见能够看见萤火虫。いい場所だね。五个成熟的东西是什么？
皆有之王阿茂，稍微成熟的岛屿。阶级 B 辣妹教主倩，舞台明星。干住宿阶级能达到 C， 我怎么可能达到 C？ 試しに来てみました。港区居民美美。すごく楽しみ。红牌公关小姐爱花。ちょっと遊びに来ました。赫尔医生。どうしようか。今日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哇，前一次参加，所以这次就不能来了，是不是？他喜欢独孤。飞虫，毒飞虫，感觉接这前面这三个耶，前面这三个接一接好了。只能让他们吃苦了。那住宿阶级叫 C 不可能啊。还是我们把这个取消他的入住，用皆有之王进来。好，这样成熟自然，稍微成熟，所以我成熟的东西要放多一点。好，这样子。灯塔区，好，一天开始。走半套电，我不要啦，我就不想放半套电哦。羽を伸ばしに来ました。いい場所だね。遊びに来ました。今后也要不断充实东东岛，让更多特人来住宿哦。那么今天也要一起东东的努力吧。怎么那就全套？又没有全套店了，少啰嗦。增加成熟的家具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哼，打打打。把东西砸碎，弄一下。全套料理屋。我先去确认一下那个。礼物要怎么做？我真的觉得太诡异哦！我开发了这么多商品，然后我一个都不能做吗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妈的！金色的，哦，我要在这边制作伴手礼啦！哦哟，那制造十个啊，制造十二个，十五个也可以，越做越多越好。好，东东酒 ，OK。我们还要开发什么伴手礼？感觉东东酒跟东东罐头就好了耶。好，我们把东西都放进去。Berry 的，哎呀，这是流行，成熟。充气地垫是成熟哎、欸，真假？流行典雅，啤酒桶也是成熟，电动麻将桌也是成熟。好，那就放两个，这是成熟，典雅，成熟，
特大感谢祭的成熟，妖怪小酒馆成熟，成熟。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不是在三天开始前，我们可以先再编辑一次自己能做的那个布置的家具？因为我们不是有可能就是要因应某一些客人，然后改变一下岛上的配置吗？他而是就是你这个三天你做了什么？好，你摆了什么？好，就听天由命，你看他遇到什么样的客人？我觉得这有点怪。应该是要让我在客人来之前还可以再做微调吧，对不对？不觉得很怪吗？我觉得这个顺序有点怪，东东岛这个地方让我觉得设计逻辑有点奇妙。还是我尽可能就是把东西摆满就对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音箱，那你们知道今天？不是说我中午去买可乐喝吗？去买东西吃的时候买了可乐喝。我这次买那个零卡可乐，因为很久没喝了，我就意外的还可以耶，没有到我以前这印象那么难喝耶，意外的还可以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喝完之后，我就真的就是在胀气，太久没喝碳酸。哦，这我还要自己放是不是，我还自己提升。OK， 你继续极恶吧，可以啦。以你的速度的话，绝对可以。我刚说绝对吗？绝对可以。看看那些客人在哪里？这边呢？来，送你礼物，送你这个，喝啦，啉啦，啉啦。可是我不想放那么多杂物，是不是真的只能盖半套店呢？因为半套店应该是成熟，流行自然。哦，小酒馆也可以，可是我缺酒瓶。真的成熟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吧，为了成熟的那个量表，我只能低头。那我觉得这不能盖在这边，半套店去另外一边吧。
よっと。ふん、よし。半套电视抬头，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成熟度应该够了吧？后面放那个回收的地方，那就不会挡。也是，资源回收区放那边。OK，Nice。这啥宝贝？半套电啊，半套电，干，我还是屈服了，妈的！因为我有两个客人想要这个地方成熟一点，然后刚好那两个地方都是成熟属性很高的东西，那个建筑是成熟属性很高的东西。给你吃罐头，剩下一个在这里。给你罐头。好喂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对比机也好哎，吃饭等等 ，OK。其实你们只要挂着就可以，你们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没关系，因为我玩这个游戏真的也不知道干嘛，除非你们想聊天，我才会陪聊。大雄最近打格斗什么时候来的 ？GVVS 算的话，两年前吧。对 ，GVVS 如果算的话，两年前。GVVS 不算的话，大概是十年前。哎，没有、哦，八年前。左右。对啊 ，GBBS 不算的话，八年，零八年没打格斗游戏。哎，等等，任天堂大乱斗算吗？哎，这可是任天堂大乱斗也2019啦，还是2020？我忘了，2020啊，2020，四年了，不算 GBBS 的话，四年。现在要 回去推敲这些日期，有点困难，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时间真的过超快的，这样是件好事吗？还是无所谓这样？完了。东西满，
怎样？三妹你很震惊是不是？4年没打格斗游戏，你是人吗？没有啊，就没有很喜欢格斗游戏啊。哦，好多人。你有一段时间，哪有？你才两三个月而已吧。你跟小镇不是一直在练吗？什么什么 Blaze Blue 什么鬼东西的吧，是吧？对不对？还是你们最近在玩什么？然后你们近期是对打的游戏是什么？忘了，我记得是 Blaze Blue， 那一款也快一年没开，哦，这么久了吗？哎，你是我这边唯一能够找得到小镇灵异行踪唯一的人，小镇真的消失了，他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、欸。很神秘耶，他到底去哪里？よいしょっと。会不会 I win win 啊？没有没有，他不喜欢萝莉，他是基本上如果你要说的话，他是比我还要严重的生臀，然后如果不是生臀的话，就是欧派型的这样，这样你了解吗？2022年10月，欸、真的、欸，那真是一整年嘞、欸。没有，这边有用过了吗？用过了哈，可以回去休息。晚上来摆一些。好，要回家睡觉。呜，ただいま。ただいま。呀，さてさて。今日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どんどこしようぜ。どんどこしようぜ。塑胶具嘛，9000，反正不管怎样，这些东西我都是要先买的，因为有打折。哎，有人在破坏帐篷，妈的，又垃圾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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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
出て行け。やめろ。いい加減にしろ。自由。这边都在了，赶紧送一送，来送你酒，送你罐头，送你酒。ありがとね。好喂。这些动作越来越熟练，熟练到我真的这块闭眼睛，我就可以把它们全部做完了。好恐怖哦！这就叫习惯吗？真的很恐怖哦。今天的鱼快哦，这只什么鱼？我觉得是鲑鱼啊，梭子鱼。大物だぜ。欸，各位，我可以问一下吗 ？Steam 的春节特价什么时候？快到了吗？你好像玩 DJ Max 哦，用 DJ Max 没特价我就不想买，很贵。你知道他没特价，你要买全部的 DLC 啊？他三月底，这样就没有到春节啦？问号，这样还是春节特价吗？我就问，就是我想玩 DJ Max， 然后他如果就是那个 DJ Max 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打折，你要全买哎。你们猜多少？全部加起来。哼，你俺の力作だ。哦，春节拔掉是不是，春特拔掉。对，不是会有新年特卖吗？不是春特啦，新年特卖啦，新年特卖要多少？流行。你カピカだぜ。再做一个中华餐厅。没有没有 ，DJ Max 没特价买，全部买单在13000还14000左右，超贵的。有拉面摊呢，有拉面摊可以做哎。我要做拉面摊。好 ，nice。
さてと。好呗。素晴らしいよ。危ないな。暴れちゃうぜ。島から出て行け。啊，完了，被回到他，完蛋。这边放拉面摊好了，我把这个全部都收起来。完了，满了，啊，堆在别的地方。春季特卖时间3月14日，哦，春节拔掉，所以只剩春特而已啊！我还要等到那时候才能那个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是放反还是放正确？放反呢、欸？这样才是拉面，这样这边才对。拉面旁边放一个 ATM， 你就不会因为没钱吃饭而烦恼了。我就先这样摆，怒！好突兀。我也没有啊，我觉得不可能五星呢、欸，我才四星多而已呢、欸，四星再多一点点。我觉得这次的那个点数真的有点少，就是他这次不是你只能刷最后两关吗？点数好少，会溢出太多，你那个能兑换东西兑换完了，你伊布奇还没五星。我觉得这次的那个点数分配有一点怪。他设定的量蛮怪的，你觉得这种比较好啊？是哦，啊，我觉得靠赛比较好，靠赛很容易就五星了。我比较喜欢靠赛，靠赛太容易五星了。
你这种衰鬼不能看，你再说一次试看看，你再说一次试看看，你在这周被子收那么好，再说一次试看看，谁是衰鬼还不好说哎、欸。但我真的觉得，哎，周年难过，我这周年抽得好烂，我就明讲了，我抽得好烂。没有补洞的 face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不明所以的 face。有了这么多母猪食，然后呢，我要养的角色也没几个啊。啊，这个岛怎么整天在拆垃圾？啊，就是这种游戏啊。你要收集垃圾才能做东西啊，我们要物尽其用。还是有更好玩的这种游戏啊，阿咪，有更好玩的这种经营游戏吗？没有，动物森友会有点破玩。我应该可以那个了吧？175,000，我在卖一些东西。护锁王国一起来盖房子，你买给我啊。我的呢？怪开哥哥。你买给我，我就跟你们一起盖。你现在10块关掉上线，妈的，在那边。哈哈哈！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我不行关。那应该每日应该要有一个就是全完成的一个奖励的，对，还可以再更做的更好，这个东东岛。可惜，よし、よっと、よいしょっと、当たった。哦，20只了。啊，20只之后就上升到100，数量设定也是有点奇妙。よいしょっと。红色时尚鱼，蜻蜓。OK， 我现在能找人来施工吗？应该是可以哦，卖一下东西，然后找人来施工啊。欸，靠腰哦，走开！可是你们不是都在帕鲁，怎么突然又跑去雾锁？我觉得很怪，你们怎么会跑去雾锁啊，阿咪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破关了、哦，你们破好快啊、哦！怎么这么快啊？破好快呢 ？Air 安安，你们都破那么快的、哦？蜘蛛卖掉了，银蝎子卖掉了。179,000，以防万一再卖一个金独角仙。卖光，看能不能施工。
雾锁应该很好玩吧？我觉得雾锁看起来就很好玩。我不太喜欢那种风格的游戏。呀，整地 ，Let's go， 好喂、欸，好，侦查，快点，我要恶心，给我，怪很强，我应该打起来很爽，对不对？怪很强，就有这个合作打怪的感觉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すか？升级，升级！嗯，开放新区域后符合要求占地标准嘞。你们增加岛内设施并提升充实度，游客人气有提升，说这座岛达成了所需的标准也不为过哦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此宣布合格，准许东东岛为二星度假岛屿。对啦，又那什么，可在右极屋购买的道具增加，现在可以购买鸡舍、东东菇、马铃薯、白萝卜各种栽培套组。太好啦，我们又办到了，春先生。是啊，垃圾也比上次来的时候还要少，这座岛的确有一步步的在改善哦。哦，谢谢您呢。照这个步调继续下去，或许很快就会看到这座岛早会昔日光辉了。大家都期盼那天到来，而我也一样，还请各位继续努力。好的，我们会努力了。这是升上二星度假岛屿的资助奖金，请善用这笔奖金让这座岛变得更加繁盛哦。200,000，好，谢谢你。这些是三星度假岛屿所需的具备条件。人气度已经有了，充实度还不够。村庄还有水池区 ，OK。それでは，呵呵，那我先告辞喽。有垃圾变少，就要去回收那边去捡。哦，我们成功升上二星岛屿了呢！这是我感谢春先生一点心，请你收下哦。几万啊？三万？哦，三万没啊喂！接下来要挑战三星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好，只要像之前一样开放新区就可以了吧？啊，是的，只是目前能够前往的区域已经全都开放了，要有桥才能通往北方未开放区域哦。啊，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剑三先生，我总算是连工具都凑齐了，明天可以开始动工造一座桥了。只要有资金，我就能造出一座完美的桥。什么风俗岛乱讲？真的吗？谢谢你耶。好，那我就先想办法凑齐造桥所需的 Zenny。那接下来也麻烦你了。制作一个伴手礼，看能不能做那个什么东东重九日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要回家睡觉，不然我的心没办法回复。新项目全家店，全家便利商店。欸，我想问个问题耶。全家便利商店的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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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音乐什么是什么时候换的？然后莫名其妙的，很像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就改成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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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时候换的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？你高三的时候，所以是前年。前年换的吗？都很洗脑，有吗？我觉得噔噔噔噔噔噔比较好听呢。你可以再快一点了，妈的！靠呀！哎，完了！干，真的好快哦！我觉得以前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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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好听呢。早安，就在各位，就在昨天，我们东东岛获得了二星度假岛屿的评价喽。让我们照这步调，以三星为目标努力吧。那么开始今天的召会哦。归集点点点，哈哈！现在因为什么卡叉笔这声音，现在又有游客光临，归集好像也兴奋起来喽。没有比请支援收银的，请支援收银。
他们的歌是 One to Fully One to Fully 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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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Day。目指せトップリゾート。完了，又是环保海盗的那个剧情。对了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三星度假岛屿？哎，这次是三星度假岛屿所需的具备条件哦。OK。两地村庄区域什么整地以及开放水质区可能会很辛苦，因为通往那里的桥梁坏了，必须先重建才行。哦，这样啊，造桥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，我们当下就努力继续赚钱吧。最有效的赚钱方法，果然还是努力招揽更多住宿客吧。还有就是靠岛活和异界箱来慢慢累积哦。嗯，就没有更好的赚钱方式了吗？呵呵呵，怎样？哼，福利熊永远是没错。福利熊，熊福利，熊福利，福利熊。右极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笑得那么诡异，是撞到头了吗？哼，才不是。偷偷告诉你，我这里有个赚钱的好方法哦。赚钱的好方法。嗨，哎，是的，其实我们这座岛屿暗藏着一个厉害的赚钱设施，而它目前属于停摆状态。啊，你说的难道是那个？没错，就是东东农场。让我们重启东东农场吧。东东农场。东东农场那里有农田、工厂以及健身房等设施哦，是我们这座度假岛屿的一大卖点。还有健身房，不过在工作人员陆续离开后，就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运营，所以一直都处于荒废状态。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升上三星，就得想办法多赚点钱，以及储备更多材料才对。为了达成目标，东东农场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，所以我决定要重新开始经营。原来如此，只要东东农场能去经营顺利，资金周转就会变得更顺利了，哈哈，对吧？呵呵。虽然听不太懂，总之你可以先带我去看那个叫东东农场的地方吗？啊，好的，我来带路。农场位于离岛，需要搭船过去。摩克海滩那边备有船只，我先过去。我们先过去那边吧。摩克海滩啥想？多开一点高级料理店更赚。你说像那个吗？那个 Dave the Diver 那个什么潜水夫什么潜水员戴夫一样，做料理就做寿司店。这就是前往东东农场的船吗？很超派的，超派！赶着木筏最好是能到啦。我们为什么不他妈坐上次那个海豚就好？与其说是船，不如说是筏吧。哎，是的，从今天起随时都能搭这个前往东东农场哦。那我们立刻出发吧，修科。哇阿嘿！哦，这里就是东东农场啊！东东农场有没有被污染了？哎，没有哎，哎，难得哎，没有哎。Don't talk of farm。哈哈，怎么样啊，车子先生？我想听你坦率的感想。很寒酸了，太寒酸了。那还是封锁？哪有？我只盖了一间半套店。怒，好冷清哦！啊，这也没办法，毕竟农场都闲置了这么久。体贴的我，每年至少会再清理一次哦。像你现在看到的样子，已经算好的嘞。一年才清一次，没什么好说的吧？但这里不但占地宽广，也有很多设施，只要能重启这个农场，哦，感觉的确会带来正向效果。可是要员工才能重启农场嘛，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？这个我已经安排好，让我向你们介绍这两位，请出场。嘎嘉宾吗？哎，谁啊？哎 ，Luis， 我是杰伊。我是沙爷，各位好久不见。哇，是杰伊跟沙爷，好久不见。完了，这两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？你们认识？嗯，他们两位是以前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哦。这次又是右极先生把他们找回来了吗？嗨，啊，是啊，当时他们两个人也因为没有工作才离开这座岛，得知我们正在振兴这里之后，就主动联络我了。因为我们最喜欢东东岛了，我很高兴能够再回来这里工作哦。哦，我是春日沙爷杰伊，请多指教。我才要请你多指教，春日先生，请多指教。啊，我蛮讨厌呵呵呵这个笑声的，我很讨厌呵呵呵这个笑声，你们喜欢吗？我超讨厌。我想和之前一样，将场地事务交给沙野，并且拜托杰伊负责健身房的业务。哦，啊 no！ 啊，对了，右极先生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请说。就算杰伊跟沙野回来当管理人员，那底下的工作人员呢？总不能靠沙野一个人去耕作整片田地吧？
难道你没考虑到这一点吗？怎么办，春日先生？我哪知道啊！哎，这下伤脑筋了，真希望能找到几位身强体壮又闲着没事的男性呢。我说你啊，怎么可能刚好有这种人啊？等一下，真的有吗？还真的有哎！咦？哎，江湖宝贝，对哦，是他们呢。熊晨晨怎么了？晨晨什么了？说多送十抽吗？谁人真的走了？哇！哎，伊恩可怜，大家都再见喽。Anna 也走了，我就真的是不看彩虹了，真的是垃圾营运，哎。你看，他们要经营相推，真的经营不起来。没办法啊，说到身强体壮又闲着没事做的人，就只有你们了、欸。我才没有闲着没事做，我今天正想去观察蚂蚁巢穴。你根本闲到不行吧？拜托你啊，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。你看，这里还有健身房哎、欸，而且我是被逼着参加江湖宝贝对战，你就帮我这点忙嘛。哎、欸，两个大支线合在一起嘞、欸。我不要，我要去观察蚂蚁巢穴。那个真的无论如何都不行吗？什么？真田地先生，我本来还对你蛮有好感的，说没办法跟你一起工作还真可惜耶。好希望能跟你一起耕田哦。俺是耕田。我也是，好希望能跟你一起健身哦。我是真田地，我已经决定要这里生根了，请你们多多指教。你态度转变得太快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既然这里有可爱女孩子们在，那就另当别论咯。我先前根本不想待在这个只有着诡异红色和绿色神秘生物的小岛上，但有这么可爱两位小姐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请尽情使唤我们吧。一群色鬼。我是觉得就是真的就是 EN 的营运在搞了。为什么他们都想走？你不觉得很怪吗？就真的，我觉得就是他们有想了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想做的企划，什么那种。划时代那种，就他们想到很有创意那种企划，然后就把它全部都被营运挡下来，不然就是营运完全都没在管，放任主义，然后又要抽钱。他们就想说啊，不对啊，营运都没在管，不管那么多，那为什么不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哇！抽出来马上下架，傻小。但好可怜啊，而且我记得之前他不是办那个什么比赛，不是也是他自己出钱吗？我记得没说是他自己出钱，这我有听过。那个嘛 ，Selen 对不对？傻逼公司，完了，我现在这样讲，傻逼公司会不会有那个彩虹粉来干我？而且彩虹有在看 EN 彩虹 EN 的是也是很讨厌彩虹的那个公司。但我是觉得蛮智障的，他们的公司啊，在东东农场可以借助江湖宝贝们的力量获得各种好处，在作业所能获得 Zenny， 在田间能获得蔬菜，在经营资源回收厂获得资源，所以我两边都要同时顾哎、欸。而在健身房中可以花费 Zenny 让江湖宝贝斗士获得经验值，哇哦！另外可以在作业中的江湖宝贝会战斗时表达信心慰问。工作方案跟江湖宝贝就可以开始工作，每个工作方案都标示所完成所需时间，标示工作会有大成的攻击率，大成攻击率越高获得更多好处。江湖宝贝信赖度的高低，江湖宝贝属性与工作方案是否一致，蔬菜属性是否一致，欸，这个好麻烦啊。我觉得这边开始就有一点麻烦了哟。你说起 hero 吗？你说我们的千寻奖吗？よいしょっと。ふん。よっと。ふん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っと。我之前也有看他的实况，也是看 Apex。よっと。可是有一阵子没看，然后一听到消息就哇，要走了，完了。よっと。所以真的是且看且珍惜，大家转身你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总是等得到的啦。如果真的不是，就是因为就是真的就是自己不想干了。
而是就是公司在搞。我觉得总是等不到转身。妈妈是那个吗？那个湖吗？忘记那个湖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奇鱼耶。欸，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就是，要是连 Anna 都不干了，我可能真的就也不会再看彩虹的 V 嘞。啊，可能圣诞节会看那个，啊，刀劈啊，没了。哦 ，Nina， 哦 ，Nina， 不是 Nina，OK，okay。哪一个？哪一个想离开这个圈子？哪一位？休息中。江湖宝贝作业所。今日はどうされますか？速战速决。我可以获得300,000呢。分割老大当 leader。皆さん、頑張りましょう。这不是帕鲁吗？做的还真像人龙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。哦 ，Pom， 你说那个吗？最近要离开的那位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人设是什么，精灵是不是？哦，是已经哦，哦已经走了。哦，我真的很讨厌呵呵呵这个笑声，哎，讨厌。Q 也走了，我觉得 Q 走了真的是哇，讲话很好笑的，我有在看的都走了。我听他声音，感觉真的很像在街区长大的小孩。Q 啊，不觉得吗？他讲话很酷，那个口音。誰を鍛えます？哇，我这些在编排上的不能练，是不是？练。大力。大力子。よし、どんどこ行こうぜ。好麻烦，这个江湖宝贝的田地，干他们在种什么啊？可以挑选三种蔬菜，每种蔬菜都有作业事项，预估收获量和售价不同。蔬菜还能当做伴手礼的材料，所以尽量挑选需要的蔬菜哦。OK。どなたにお願いしましょう。
东东大丰收，我们就让他们作业一小时。来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种田，去种田。你看起来就很会种田。作業開始です。你有看到铁甲有他没有在做事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在干嘛啦？カスガ、あんまり無理すんなよ。我还可以慰问他。干嘛、啊？ありがとうな。信赖度提升，这到底是啥小？好了，你要不要摸摸？啊，你们要摸摸是不是？呀，水安安，什么啦？好闹哦！我还要慰问铁甲勇，他没在做事，我慰问他干嘛？你看，他还在这边站着。我好像雇三个铁甲勇在那边站着不动哦，好好笑哦。我这边可以收成东西好多、哦，使用忍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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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忍耐。ガスが、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な。干，我还要摸，好恶心哦。あんまり無理すんなよ。重点是他是用左蘑菇头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恶心。カスガさん、お前がいてくれてよかったぜ。悪かね。あんまり無理すんなよ。サンキューな。カスガさん、カスガさん、よかったぜ。本当かよ。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な。任しときな。闹，真的好闹！我可以去哪边捕鱼啊？这边应该有捕鱼的点吗？幸好这边很好捕。哎、欸，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哎、欸，我一天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。尾鱼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尾鱼的日文叫什么 ？Toro 是不是？还是 Toro 是它的部位啊？有女的帕鲁可以懂，没有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江湖宝贝只有男的。哦，马古罗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黄带鱼耶，哦。よし。啊。哎，这个游戏真的。好充实哦！这游戏真的太充实了。啊，怎么那么多垃圾？金珊瑚哎！我怎么抓不到这蜻蜓了？干，我抓不到这只蜻蜓呢、欸。カスガさん、あんまり無理すんなよ。おいおい。やってやるよ。やってやるよ。カスガちゃん。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な。本気にしちゃうぞ。干，好恶心呐、哦！お前がいてくれてよかったぜ。やる気ペイメイ。我到底在干嘛？カスガ、あんまり無理すんなよ。帕鲁可以打生死排球。
ありがとうな。干，我一个朋友，他超爱那个生死排球的。我记得他有氪金，在那个免费的那个生死排球上面有氪金。光荣脑粉。这边好多虫可以抓哦。よっと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っと。哼，よし。よいしょっと。小镇，没有，不是，你不认识。哼，当当当。之前奇空团的一个成员，他超爱 DOA 的那个排球。干，我们还没造桥，我们本岛都还没做事，我们这边做的事就基本上一天都耗完嘞。我们做得完吗？我还没去送那个岛上的那个去打招呼，没有送礼物呢。那好忙哦，分身乏术哎，这座岛太大了啦，什么事都想做。这垃圾一定要清哦，我自己想清，没有，我想清而已，因为清了会有那个素材可以用，就可以做家具。这应该没事做了，这边，然后回本岛吧。干，我们在这边耗了一整天呢，硬邦邦的金箍棒。哦，是从这边登陆是不是？哦，在这里耶，靠背，老虎标本。卖东西给右吉，我来得及吗？我觉得我来不及把本岛的事情做完。我们捕一捕鱼就好了，鱼蛮重要的，然后去做个特产。鲑鱼，这鲑鱼是虾壳对不对？还是萨摩？巨鳌蟹，啊哒哒，よし，好像都有听过，所以有两种念法是，还是萨摩是？音译。那虾壳又是什么？我怎么样也有听过虾壳的用法。啊哒哒，没错。よっと、よいしょっと。快！资源回收，我要去捡，赶快去摸一下，来不及了。红虫捡一下。绿虫捡一下。よいしょっと、哼。よっと。ガチャピンさん。哦，广慈院会写虾壳是不是？哦，不要！赶紧去那边，窝在这边打麻将。ありがとう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も。好，太棒了。赶去做，赶快，来不及了。干，玩哥这个好压力好大哦。我就开始环境变很大之后，就没有那种休闲感，每天都赶着做什么。快点，一天时间太短了。哼，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っと。
干这个鹅，给我！做东西，做东西，快快快快快！三个，两个，哎，开发伴随，我们还可以开发什么？恐龙玩偶护身符，开发资金40000，要吗？消灾解厄雪怪玩偶，好啦好啦，开发开发，好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他说叫我摆三个家具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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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捕鱼，来不及了。这很快的鱼一定要捕。这个我记得是那个鬼头刀嘛，有 ，nice。大物だぜ。当たった。当たった。よし。当たった。よ、nice。よし。干！我今天忘记去清那个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应该不用清。来来来，恐龙化石做一个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室外配置三个家具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春日快点，干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春日，春日，快点！哦，不要闹了！少啰嗦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气氛的，快来买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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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东西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すか？我买，我买什么？彩虹虫好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解完了。呼！啊，回去睡觉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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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去睡觉，回去睡觉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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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还没挖完，完了。欸，绿虫欸，よいしょっと，干，哼，よっと，好，建造桥梁，走走走。哦，可是这个是要洞窟区域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这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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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坚固的小木屋 C 嘛，啊，我做这个，好，放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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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，Oh no！ 啊！我没有用成功，这样我们住宿又要再一轮了。哦，我应该先办住宿的东西的。This is a...哦哟，你看我，我应该先盖设施的，我应该先把这个用掉的，还是我这个这天这次就不要用顾客，
今日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我们好好的做那个房子啊。欸，我觉得不要用顾客好了，我们就这次就不赚，我们这次就不赚，怎么样？呀呀，我们就先忍辱负重农，再农三天，也不用农三天啦，农到我觉得可以，我再开始啊。不要，我直接开始，我不管。我不管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っと。我摆了啊，这不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摆不起来？哦，要这样子是不是？这样，好，然后厕所，这样，我们就给厕所，对。大概得摆一个建筑，我不知道摆什么。然后这边有什么摆什么？麻将桌一样。他们能不能再摆第二间屋子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先搭桥啊！我们先搭桥，走走走走，搭桥搭桥搭桥。20万是不是？搭，妈的，给我做！好欸 ，Super Crazy Delivery， 哦，变 Fishing 是不是？啊 ，Fishing。啊你，太快了！干马西马西真的很难抓哎、欸！大物だぜ！哦，这个好。蛮鱼好快。不是，你自己来试看看。妈的，要追这个很难哦。干这个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！这个很难秒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也不能调灵敏度啊。我如果能调灵敏度，这个还用说吗？
这个游戏鱼要打三次，没有对比较大只的鱼。哦，又是环保海盗那群人，哎，千军安安，你来了，春日一番，听说我的部下收到你不少关照啊。但我还看他们可不一样，我身为环保海盗的课长，绝不会把这块区域让给你，给我去死吧！你少擅自把别人岛屿占为己有了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们继续污染这边。やってやるぜ！六颗，现在五四颗星，我打得赢吗？怎么又变回动作？哎，这就是这个东东岛有趣的地方。你在这边操纵春日的时候，是春日可以随意行动。可恶，实在是太强了！喂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拿回这个区域啦。这下完了，社长一定会发飙的。可恶，给我记住，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结束的。落荒而逃，一群傻逼。没错，这就叫东东岛。好，这样一来就能进入这个区域喽。总觉得这片水池和这栋小屋好像在哪里看过，大概是错觉吧。哎，又有虫可以抓，抓！哦，敲形虫 ，nice！ 哎 ，nice！ 辣椒，哎，辣椒！榕树盆栽，榕树，榕树是种在盆栽里面的东西。榕树不是很大棵吗？还会很多气须，不是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榕树超阴的，听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，这个传言，就是榕树，听说榕树很容易聚阴的东西。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完了，这边没有储物箱，这边设计是怪怪的。可以种大盆栽卖的，也是啦。可以养很多蚊子，榕树附近吗？哦呦，走开啦，白痴！我先回收资源，回收靠背。干，这边也要，这边也要打，好烦啊！每天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时间不够用了，好焦虑哦。金蝉呢？好诶，金蝉脱壳，红虫。石头我要敲吗？各位，你们觉得我石头跟木头还要敲吗？感觉石头跟木头都够诶，感觉啦。不太想敲诶。我是怕不够而已，就我要做什么建筑物的时候不够。也不是职业倦怠，就是时间不够多。我很想把事情做完，你知道吗？但时间不够多，我不想，就这游戏不能加班，你知道吗？开始要加班，奴性。
哎，这上面的虫我一定要抓完，可恶！我要抓完。帕鲁的救星，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，如果假如说他们那些什么种田啊、训练那些什么健身房那个可以分配员工，为什么他妈的不能就是说我一个区就分配几个员工帮我做事情？东东岛应该让我可以分配员工在这边让我抓虫干嘛的，回收东西的、啊，为什么都要我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？不觉得很怪吗？哎呦，哦，感谢三条爸爸。一年了，有纪念品吗？啊，给你一个飞吻，嗯啊，那行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馈你，完蛋了。感谢三条一年的订阅，滚！这样就对了。Is it good to drink？可是你知道，你们这些订阅的钱啊，我其实都，哎，怎么讲？我其实都把他们存起来，都把它用在实况的地方。我想，最近有考虑真的要找会师画一些东西，不然你们是看我用小画家画的那种白痴东西，可能再伪个贴图吧。有点难过，这样伪个东西这样。可是我在找，我还在找。你觉得蛮有特色，真假？我觉得很丑，我画的很丑，真假？看你这样害我，很想精进我的画风哦。可是就没时间，算了，把那个专业留给专业的人去画、哦。直接拿某只熊来用，不要。开一个摄像头，女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所以我开实况原则就是。不开实况，不是开实，不开视讯，我连 VP 都不想要。我觉得开个开那个视讯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。还是你要玩变声器？不要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可以让声音变很低的变声器啊？就让我的声音变得摩根费里曼那种大冢民夫那种变声器，如果有，我要。我需要声音变得这么低的那种变声器，有没有？是有了，要找啊？是吗？可是要自然呐、啊，我想要自然就发出那种，就是听起来说，哦，这个感觉是真人的声音的那个声音，就不会有那种一听就啊电子音，哦，这是变声器这样。有没有那种很自然的变声器，还是那种要花钱很贵？没有，就纯粹就是我对自己的声音有自卑感，你懂吗？就觉得如果声音是摩根费里曼声音就好了。うまそうに作れたな。没有，我就纯粹讨厌自己的声音。我没有，我知道我就是我，这就是我没错。但是就是为什么？我就听每次听记录档自己的声音，就觉得恶心的感觉。可能听不够多吧。然后每次想说好，我想认真来就是练习剪个东西，剪个影片什么。然后听到自己声音就，却步了，不要了，我不要，这样。你们懂那个感觉吗？
よいしょっと。你们也觉得听不够多是不是？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听自己的声音，我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啊。我说现在这样，就是我自己讲话的时候，我自己听自己的声音。就是我记得是骨传导吧，骨传导我听习惯了，可是不是骨传导的声音，我就就不习惯。电脑萤幕，这什么啦？墨西哥饼假面。Amigo, amigo! 这边应该还可以再搭一个那个吧，桥梁过去，看能不能搭过去，施工一下。要是这里有桥，就可以去森林区了，但目前还是专心在提升阶级上。哦，所以我还要再提升下一个阶级，我才能造桥，是不是？那。我还有哪边的桥可以造啊？对，村庄区，村庄区在哪里？村庄区，哭啊！村庄区在那边，我是要怎么到村庄区？水池区我有了，灯塔区我也有了，村庄区我记得不能造呢。哦，感谢意志续订，感谢。不然大雄以后就模仿喜欢的声线，练久了再听听。可是我喜欢的声线我练了，我喉咙会直接炸开。练久了真的会炸开。よいしょっと。就是我要模仿别人声音，我都必须压我的喉咙，啊，压久了就直接声带坏死。对，因为就是如果你是不是自己订的话，自主订阅，然后你用别人的续订会这样。我之前也有订别人的，然后也是会跳出这个讯息。我记得之后就没有了，我记得了。有200,000过 ，Let's go， 好喂，OK， 感谢意志，感谢，嗯，哇，终于来到村庄区域了啊，果然是环保海盗那群人啊，又来打架是不是？村日一番，我是环保海盗的部长，毕姓李忠，今后还请多多指教。此地为这座岛上占地宽广的重要区域，是相当适合作为垃圾场的地点，所以绝对不能拱手让人。所还请你就此打道回府，否则恐怕有性命之余啊！那就来啊，我不会让你们继续在这座岛胡来的。手加減しねえぜ。不再压血打人。啊！完了。出てけ！止めろ！島から出てけ！ほら！暴れちゃうぜ！お！我早被拍到，任何一下就结束了。啊，结束了。干！川田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是姆克啊，我刚刚到底是？因为看到你倒在那里，所以把你带回来治疗了，所以很感激你为了整个岛努力，还请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干，我被治疗还要15,000，可恶，竟然输了，做好万全准备，然后再重新挑战一次吧。可恶，好吧，布置一下家里好了。可以做三个家具，我们做一下家里的家具啊。
家里需要什么？洗手台，做一个。一，然后阿飞炭就不需要，啊，这个要。瓦斯炉，煮饭锅，赞。カピカだぜ。烤肉店欸，流行。跟小酒馆，小酒馆那瓶子数量不够。做烤肉店啊。有肉肉院，天下一番大门的大，欸，这个有欸，哦，小野道夫展示版，展示版，和风传统建筑，哇哦，好赞哦，典雅欸，金矿石跟珍珠，哇，不够多。好，ただいま，ただいま，先把动物都先丢进去，家具留着。我刚刚什么？沙发要，我要拿个桌子哦。桌子，桌子。为什么洗手台没办法靠墙啊？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这样好了，瓦斯炉，让床就要换位置，我放这边。收起来好了，家具只能放一件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家具是放我们舒适度越高，然后我们可以生越多星星这样，我们星星就是我们那个爱心这样。不能用这个，用这个。对，没办法。
Nice。好啦，看起来比较有生活感一点点的吧？妈，就这样。是。哦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环保早海盗之线早上就在你的区域，要是不赶跑他们，就不能没办法自由进出了。哇，可没忘记暴礼貌之仇啊！现在就去和海盗们一决胜负。不，不可能，可不能让母克受伤。我会负责赶跑那些，大家放心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。楽しみだわ。燕子。楽しそう。哦，七万呢？他叫美鹤。哦，西元是美鹤山妈妈的卡了哦。よし、やってやりますよ。一万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可以让这边的人进来。充实度两万，充实度没两万。成果を見せましょうね。哎，这样。よし、やってやりますよ。好，就这样。ようこそ！人变多嘞。哦，那些江湖宝贝们呢？試しに来てみました。那我们今天一起努力吧！来，跟他们打招呼，打个照面，在他们前面抓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よいしょ。よっと。よし。よいしょっと。当たった。よいしょっと。哇，哦，这样可以，那我这边极限就这样。我这边应该可以摆那个吧？不行。没错，九九影。我应该要再盖一个大间。我要去清那边的海盗。对对对对，不能浪费时间。哼，よし。金色小沙发。よっと。
来了来了，清掉他们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，虽然我觉得你再来几次都一样哦。决战。手加減しねえぜ。よっしゃ。再见。早上我怎么会输？这怎么会？我竟然输了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拿回这回区域了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拜托那几位大人了。那几位大人，哼，这与你无关，你也只剩下现在能嚣张了，早点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可别小看我们环保海盗，我一定会再回来复仇了。再会。傻逼。好，这么来就能自由使用这块区域，努力将这里打扫干净，把它变成能够整地的状态吧。已开放村庄区域 ，OK。这是新区域耶，好赞！洋葱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いしょっと。这个程度一，这样可以。六十三万，贵。可能还要几天哦，六十三万哦。看右极这边能不能买那个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すか？これはどうですか？我在名产回收厂获取马铃薯。名产回收厂是什么？小型鸡舍2万食材加工，不能回收那个吗？那他现在只能做布跟塑胶原料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
またお役に立ちたいです。楽しんでますか？这个没办法获得满意度。这个感觉要放在后面。名产回收厂在哪里啊？要在哪？绿虫抓满，よいしょっと。ふっ、おら、ふっ、おら、ふっ。ふっ、おら。哎，我肚子好饿啊！肚子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
よし。よっと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ふん。あ、紅萝卜哎，第一次捡到红萝卜。よっと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よっと。你钞票封贴纸。当たった。よいしょっと。ふん、当たった。よし。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大事件。你说新闻吗？游戏呢？对，哎，金色鲨鱼也在。这我在想，差不多可以自己慢慢弄，因为这个要弄要一段时间。よいしょっと。这名字是从乱码来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名字哦，绿的感觉。哇，真的要弄一段时间呢。不过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五星了，不行。那我觉得我要自己慢慢弄东东岛，怎么办？哎。
哎，干，我回去了呢。啊，我怎么直接到隔天早上？一日頑張ろうぜ。さてさて、我都没有很开心。村庄区充实度不够。今日も頑張ろうね。他们还没好，哎，休息中嘞。哎，没有没有。资源回收厂是什么？哎呦，资源回收厂。どうしようか。有资源回收厂。なんだかしようぜ。アロハ。どうも。ハロー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っちに行ってみよ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どうも。あっちはどうか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いしょっと。欸，我觉得各位东东岛让我继续弄下去，让你们看这个那样也不是办法。我觉得东东岛我就先把它自己弄到三那个五颗星好了。所以要干嘛？所以我现在要关台了，怎么样？我等弄到五星弄完之后我再开，没差，哪有没差、啊？就先这样啦、啊，因为我肚子也饿了，我想说弄点什么东西吃。怪啊，晚上我吃的很饱，说好啦，就先这样啊，我慢慢弄，我慢慢弄。呵呵呵，那我们能揪到哪里、欸？还是就不要揪团，也是可以不要揪团啊。那我们就关台喽，拜拜。我弄到五星再见哦，拜拜。